今天是我姥姥3周年的忌辰，我们共同用喜悦来激励她不朽的精神。他们范家古训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我们从小讲的也是如此，家为小义，国为大义，国家为重，胸怀大义。我爸爸妈妈以身作则，慷慨激昂，忍辱负重，为人民为大局牺牲。说到我儿子在外边学习怎么开红色法拉利，一派胡言，我感到非常气愤，一派胡言。最近这几天在电视上评论我的，不论说什么，台湾腔一出，我就感觉很亲切。我和我夫人，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。被告人薄熙来犯受贿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有人还说我的儿子怎么上那些名校，Oxford Harvard 那些学费哪来的，全额奖学金，一派胡言。